给战利品剥皮。这头野猪明天就要送到动物标本师那儿去了。你知道动物标本剥制是个很讲究技巧的事儿，你要正确地取出动物的内脏和剥皮，这样动物标本师就不用做很多缝补，因为这是你的战利品，你希望它质量好。我们都以能为自己的战利品剥皮而感到骄傲，因为剥皮工作做得又好又精确，所以就会得到一个漂亮的标本，像真的毛茸茸的动物一样。